Hello everyone, this is Nurhan Ali from Egypt. I think Chinese old people can enjoy life, so I come here to visit Midaye and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old people life. So let's go together and see. Midaye! Hey, 你好! Assalamu alaikum! 我是来自埃及的文静! 哦,好! Midaye, 你看我今天拿着这个风筝, 专门来找您! 我想我听说您会做那个微型风筝! 对! 是怎么做的？哎，我给你介绍介绍。来，你来看看。复杂吗？对。比如说我是初学者，我可以学会吗？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我一教你就会。那就好。你看看这个是四世同堂，这叫黑锅底，老北京的。哎，这叫红锅底。 您这个做了多长时间了？40年了。40年了。对。哦，那您刚才说我可以学会，对吧？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咱们走。这个是我爱人啊。你好。你看看今天这风筝啊。 我给你简单介绍介绍，这个风筝要制作呀，得用削竹子。你看，爷爷拿着，你看看啊。你看看，这个是竹条，竹子的，然后用刀子把这个外皮要把它去掉，然后劈成很细。啊，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吧？对，很细很细的。你看看。哦，懂了懂了。对，然后你看这个。 这是老北京的沙燕儿，这叫石斧捧寿。粘上，哎，粘完了以后，拴上提线儿，然后呢可以绘画。那米大爷，我想问一下，这个你做这个给您带来什么乐趣？老年人必须得有一个爱好，这样你的心态就比较好。而且你经常做风筝呢，保持心态平衡。 对，放风筝也一样，是锻炼眼睛、颈椎，年轻人一般热爱玩手机，所以呢，我们老年人主要以绘画。做这个就很舒服，对吧？对，而且你只要是做一项工作，不管像你们也一样，干一件事儿，你肯定有心就静下来了，尤其要吃好，锻炼好，然后有一个爱好，这样就丰富了。 幸福是满分100分，你们是就是100分，你们是100，哇，高一点，对。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作品，那么我今天非常感谢爷爷奶奶，我今天跟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感觉心里很舒服、很平静的这种状态。所以爷爷奶奶，要不要去埃及？去埃及玩？有机会我们一定去。拍一下，哎 ，OK。